这啥破本啊？怎么了？你叫小丽，你将扮演一个90后大龄剩女。嗯，合适。嗯，滚。你心仪已久的男神喜欢骑行，周末你们要相约骑行。你为了从物理层面追上他，你决定练习速降自行车。你好，吉利。啥事？今天天气怎么样呀？北京市门头沟区今天晴，气温6至18摄氏度，空气质量轻度污染。好嘞，导航到妙峰山。找到如下信息，你想选择哪一个？第一个。妙峰山森林公园开始为您导航。不就是骑个自行车吗？今天说啥也要把男神拿下。你骑得了吗？哎呦我去，你咋也跟车上了呢？怎么写的呀？你骑车我陪练。不是，你有五大山猪的，你陪练呢？就这么练？哎，加油啊！哎，我先走了。啊，走啥呀？哎，我就这么骑回去啊？这不体现你们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吗？我玩这么多年剧本杀哈，我头一回见着还有体力本的。你的是啥呀？我看一眼，你是一个普信男。好，没事。你的车技非常好，隐藏身份是丰台中里，你可以驾驭任何车辆。头文字 D 的巨响。你今天的任务要在半个小时之内接到你的领航员昌平过来。我？就你俩？还中里？还拖海？那怎么了？都是帅哥。那拖海的脚跟的都比你俩好看。你骑你的车。你好，吉利。导航到金港赛车场藤原豆腐店。找到如下信息，你想选择哪一个？第一个。哎呦，这不近呢，我得开快点。今天你的目标是帮助钟礼义参加比赛，获胜目标是啥？圈速超过911。不可能啊。你的隐藏技能是改装车大师，你拥有一辆爆改的吉利缤越。改装车那没问题。改哪儿了？尾翼啊。就这涡轮增压？大哥，这车本来就 1.5T 的。哎，双涡轮增压，赶紧走吧。哎，你为什么有头盔啊？我剧本里写了呀。我没有啊。我这儿。你给我，我还追男神呢。你追不上男神，放弃吧。这 1.5T 下赛道行吗？马力调的大。177马力，255牛，变速箱呢？7速湿式双离合，传动效率达到97%，换挡响应差不多0.2秒吧。哇塞，数据帝啊！钟礼义掌握所有数据。听好，我今天只要不吐就行。0.79秒的车不至于。也对哈，而且这座椅坐着也挺舒服的哈。运动座椅，摸感特别强。别吹了，你俩到哪儿了？已经入场了。入场？三哥，办他！哦，哎，超了，超了！哎 ，S， 哎，911，哎，冰斯利，你兴奋个屁呀，大哥，都把你超了。要不山哥你下去吧，我一个人干。不行，我今天的任务就是皮大车。那行，那我使出全力了啊！赢了！啥玩意儿就赢了？比赛呀！比谁吃的多？
你不走，我们俩开吉利干宾利来着。扯吧，你就爽爽，走走走走，开车去，开车去，干酒幺幺去，自个儿玩吧，拜拜。哎，玩个本